感谢 Tim 的介绍。那大家好，我是舒婷，然后我是来自 Go， 然后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是 Fluentd。那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就是大家有听过 Fluentd 的吗？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吗？哦，太好了，看来大家都蛮有用过的。好，那我就直接开始。那我是舒婷，然后我们 GoGoLoop 有一个 data team， 那主要负责的事情其实就是跟 data 相关的事情都会摸到，所以其实还蛮多蛮杂的。那就是我相信大家在座各位应该都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工具帮助我蛮多，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好，那通常呢，我们要做跟资料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图，就是说，我们的 data source 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可能 Apache log， 然后可能有一些 static log file， 然后可能在每一台机器上面，然后可能像 Twitter， 其实它上面的资讯本身也是一个有点像 data source 的东西，然后可能有一些 syslog 的东西，然后甚至 client 它可能也会发一些东西上来，对，那这是 source 的部分，那可能。你在储存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存在 MongoDB， 你可以存在另外一个 file， 你也可以存在比如说 HDFS 上面，或者是 Elasticsearch， 或甚至是 Amazon S3， 然后 Cloud Storage 之类的，各个平台的都有一些储存的东西。那假设你现在这边有 m 个input 跟 n 个 output 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写 m 乘 n 个 script 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你才可以把这边的东西放到那边去，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分析。所以假设我们现在 m 跟 n 的话，你就要写 m 乘 n 一个 script。好，那 Fluentd 它是什么呢？这是它官网上面的介绍，就是乐等的一串英文。那我把两个关键字截取出来，简单讲呢，它就是负责 data 的 collection 跟 consumption。那什么是 collection 呢？其实它这边指的 collection 就是指说我们要怎么把资料存起来，像就是刚刚的右手边。那什么是 data consumption？ 其实就是 data 的 input， 它要从哪里获得这些资料？那它就是把这两件事情切得很开了以后。有点像模组化的感觉，所以它可以比较容易的去结合这件事情。刚刚的 m 乘 n 就可以变得比较小一点。那下面提到的这个 Treasure Data 就是它主要的开发者，所以它现在的那个 daemon 的版本其实就叫 TDA， 这个 T 跟 D 就是这个 Treasure Data。对，然后这个东西现在还蛮多日本人在用的，就是像 Naver 跟 Line 他们内部其实都蛮多人在用，然后很多 plugin 的开发也都是 Naver 跟 Line 人在做。好，那我们要怎么？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很清楚的先定义了一个 log。什么是一个 log 呢？在他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的，就是 log 就是在一个时间，然后某一个东西发生一件事情。那所以这就是在一个时间，某一个物体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把它定义成这样子。那定义成这样子了以后呢，这只鸟就出来，这只鸟就是他 那个 Fluentd 的符号。所以呢，他就把这个 input 跟 output 切开。那切开了以后呢，每一个箭头其实就是我刚指的那三样东西，所以这相当于是一个界面，就是它这个 plugin 只要符合它吐出来的东西是长这个样子，它就可以跟后面的人沟通。所以呢，你任何的 input source 的 plugin， 你就只要管好你 input source plugin， 然后你符合刚刚的那三个要素的界面，你就可以把东西丢给 Fluentd。那 output 它要做什么呢？它就是预期说我一定会接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接到以后我再把它丢到 output 的地方去。所以呢，刚刚的 m 乘 n 个 script 现在就变成 m 个 input plugin 再加上 n 个 output plugin， 所以它就等于是把整个事情都非常简化了。那除此之外呢，因为你有时候把东西接进来了以后，你还想要做一些特别的处理，比如说一些形态转换，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你想要把它 drop 掉，它中间也有提供这个 filter， 或是一些 route 有一些特殊的，用这些 filter 或者是 output plugin 可以做到一些特殊的 routing 的功能。对，那这我待会都会再更详细的介绍。这样子的东西呢，其实因为它本身会，你等于是要多，原本你是一只 script， 那现在你这个 script 以外，你可能还要有这个东西，其实原本那 script 就可以不用了，所以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要非常非常 lightweight， 不然其实 overhead 很大的话，还是没有人会想用。那它根据官网介绍，它其实最底层都是用 C 写的，那Ruby 只是拿来做 wrapper， 另外它刚刚的讯息传递的部分，就是全部都是用 message pack， 那它。根据网络上测的结果，是一定会比 JSON 还要省非常多。就它内容的传递，大部分都是用 message pack 在传。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我提到的，它是每个部分都是可以 pluggable 的。对 ，pluggable 不知道怎么讲中文，这个字有点难翻。然后另外呢，它因为log 这种东西，看重要性而言，其实最好的状况，大家都会希望不要掉，所以它有一些 reliability 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今天比较不会琢磨这个部分。OK， 那我们刚刚提到它有很多 plugin， 那我就稍微介绍，先带过一些简单的 plugin。譬如说这边有四个，
这个四个都是 input plugin， 有一个叫 forward， 一个叫 tail， 然后另外这两个就是比较偏 AWS 的服务的。那什么是 forward plugin 呢？ forward plugin 它做的事情比较像是它 listen 一个 port， 然后 listen 这个 port 以后，它就会把东西读进来，这就相当于它的 input 了。听起来很简单，我待会会有 code 给大家看。然后另外tail 就是它有点像Linux 上面的 tail-f， 它就会去一直监看一个档案，然后当这个档案有新的资料进来的话，就把它吃进来，大概是这种感觉。好，这边有一个 tail 的 config， 它像这边就是放在 tdagent 底下的一个 config 档。那这个 config 里面呢，它就写到说这是一个第一个 type 是一个 tail， 那 tail 的时候它就说 OK， 我要看的是 nginx 的 access log，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刚 有提到它有一个 tag， 就是这个 tag， 这个 tag 就是指说 OK， 只要来自于这个档案的呢，我全部都把它命名叫做 nginx.ss 这样。那这个有什么用？待会在后面的这边 match 的时候，它就会去找说 OK， 这两个一样，所以这一个 input 进来的东西它就一定要跑到这一个 output 这边来。那我这里面完全没有写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你这边不管放什么你都必须要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就把这边整个都切开了，你只需要知道你这边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然后这边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就隔离性非常的好。另外呢，这是我刚提到另外一个 plugin 叫 forward， 那 forward 它的 plug 更简单，它就写这样子，因为你只要比如说我要 listen 24224这个 port， 对，然后各位可以注意到在这个 source 里面其实它并没有 tag 的存在，那为什么呢？我待会跟会解释。那这边我一样挂一个，比如说我假设我有一个 flask， 然后是首页的 log 会跑到这边来。那像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听一个24224的 port 嘛，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可以写一个我的 flask 里面本身可以直接去写这个 socket， 就是写到24224去，那这边就会收到了。譬如说我这边有一个范例，这是今天晚上唯一的 Python code， 非常不好意思。对，就是这是我随便写一个 example 的 Python code。 那首先我们只需要 import 两个 sender 跟一个 event， 然后 sender 你就注册它说 OK， 这边注册的是 tag 的前半部叫 flask，然后 host 就是 localhost， 然后 post 多少这样子。然后当你今天需要送一笔 raker 的时候，你就只要下这样 event 打 event， 然后前面这边就会接到刚刚的后半部，所以你就你这一笔送出去的 tag 就叫做 flask 打 index， 那它送出去的东西就是这一笔，那这笔东西你就可以随便写，就是只要它是符合 JSON 就你就可以随便写都没有关系。对，所以刚刚我前面这个 flask 的 index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其实它也不一定要长这个样，它可以有很多个 dot 连在一起，但总之它们的 convention 是就是用 dot 在连接这样。对，那这是介绍两个 input 的 plugin。 OK， 那接下来呢我介绍几个 output 的 plugin。 那首先一样它有一个 forward， 那 forward 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它就是把它再送到另外一台机器或是同一台机器上面的不同 port， 但是通常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做，就是你可能是送到另外一台机器上面，那这个会非常非常有用，因为这样子让你的图帕就非常非常的，等于是你头可以接尾，尾又可以接头，那你就可以长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对，那另外这个是 copy 的意思就是说，通常我们是一份资料进来就写一份出去，但是 copy 它可以说我接一份，我可以写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去。比如说你现在你想要写到 Elasticsearch， 又想要写到 MongoDB 的话，那你就可以写 copy， 然后第一个 storage 是写这个，第二个 storage 是写 MongoDB， 这样就可以做到。然后另外它还有很多非常非常多不同的 output 的 plugin， 比如说这个 stage， 这三个主要就是记录 time series 的 data， 它就是一个 time series， 然后一个 time， 然后跟一个 matrix， 比如说七点的时候我的 CPU usage 是多少之类的。然后另外也有一些比较 archive 或是要做更大量的分析的时候会用到，比如说 S3、Google Cloud Storage 跟 BigQuery。然后介绍一个我很常用到的，因为现在 Elasticsearch 其实蛮红的，然后一样，我们就直接看这里。这里就是，比如说这个，它就写说 ，OK， 我这个 output 的 plugin 指的是 Elasticsearch， 然后你只要写它 host 是什么，然后这就相当于 database 跟 table 的 name 是什么，写进去了以后，它就直接帮你送出去了。那一样，你也不需要管这里是什么，不管这里是什么，它都可以吃得下来，因为大家都讲好，我就是按照这个界面去做。那另外，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位讲者就是要讲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它的，发现更简单，好像只要写这样子。但我也不知道这是，反正它就会送到这个 host 去这样，对，所以都蛮简单的。那另外我还有提到说，它有许多就是 filter， 比如说你可能会想要 drop 掉某一些东西，或者是说其实你在 tail 一个档案的时候，它里面就是一个很长字串嘛，那你可能想要把一些部分拉出来，比如说可能里面有 IP， 有什么 user agent， 有一大堆有的没的，那你想要把它一个一个东西拉出来，那都可能会用到 regular expression 之类的东西，所以它也有支援
你在 filter 的时候，你也可以写 regular expression。那你也想要，你可能会想要 drop 掉某一些东西，或者想要 keep 某一些东西。它有提供一个叫 grep， grep 就相当于我们在用 Unix 的时候的 grep。然后另外，你可能会想要在中间的时候把一些 regular 去 modify， 就比如说某一些的 key name， 因为你的 storage 的必要性，导致你前面的 key name 要长得跟某个符合某个格式。那但是你 input 这边又不是你能控制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个 regular modify 或是 regular reformer， 那他们就可以去改变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另外就是，其实这个 plugin 我觉得是最可以客制化的部分，因为你 input 跟 output 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固定的，但是你中间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那这个就可以最有弹性。像比如说有人就做了这个，就是把 IP 直接拿去转地址。那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NGINX log 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知道说 OK， 那这些 IP 到底都是从哪里来。对，好，那我刚刚还有我刚刚有一张，就是有一个东西我忘记提到，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 output 的 plugin 在送资料出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希望说我们每拿到一笔就送一笔，每拿到一笔就送一笔，这样就是其实负担很大，所以它会有一个 buffer。那它 buffer 的 type 有两种，一种是 memory， 一种是 file 的。那差别其实就只是在说，当你机器不小心停机的时候，你的东西会不会 persistent 而已。那其实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 plugin， 它是在 output plugin 底下的一个设定。所以我就以刚刚的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这个 Splunk 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可以设定说，你要 keep 多少的memory 的buffer 就对，就像这边就是10 megabyte， 就你可以 keep， 如果超过10 megabyte 了，我就 flush 一次，或者是你可以 keep 说我要 keep 1000个东西，然后超过1000个我就把它 flush 掉，或者是你也可以设定说时间，那5分钟过后，不管上面两个条件有没有满，就是都全部都把它 flush 出去，所以它设定还蛮火。那另外这边你也可以去设定说档案的，就是你可以设定你的 buffer 是档案，那当你机器挂掉的时候，东西也都还在。好，那以上这边提到的部分大概是一个Fluentd 它内部的 plugin 的部分，就是它有很多它的架构是 pluggable， 所以input 的跟 output 的 plugin 都可以分开来运作，然后东西组合在一起都运作蛮好的。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提到说通常它的在 server 里面，它的整个系统里面它的架构大概会长什么样子。那首先这张图呢，这边有三个 node，那这三个 node 可能它有它们各自的工作，譬如说它可能是一个像这个 application， 它可能是一个 web server， 它可能是一个 worker 或者是一些特殊用途的东西，那它一样会有一些 log file。 那这两个东西呢，所以我们会在这台机器上面先架一个小小的那个 TDM， 其实那个就是 Fluentd， 只是它是一个 daemon， 那就跑在那里，然后就来 tail 这个档案，然后它同时这边也可以像我刚刚讲的，我可以写一个把一个 log 就这样 push 过来，所以这边就有一大堆，简单讲，这边就有一大堆 log 了。那接下来呢，通常我们的做法会是，在右手边那边会有一台 aggregator 或者叫 station， 我通常比较喜欢叫它 station， 就是它有点像是先收集好大家的东西以后，再一次把它吐出去。对，那这样子的好处呢，我个人是认为说，因为如果你这边有100台，假设这边你有100台或是10000台，那你后面你的 storage 可能就有点像被自己 DDoS 的感觉，这样有一点奇怪，所以最好是中间加一个中继。然后另外，这样你中间，当你中间不够力的时候，你只需要去scale out， 就是最右边的那一台station 就好了。那另外，像下面那张图，意思是说，它甚至可以指定说，当你这边 forward 过来，如果这个 fail 的时候，它要再是不是要跑到这个来，或者是它有一些很特别的 topology 去设定。对，那当我们今天最右边那台机器，假设它真的太 heavy 了，太重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 scalable 的问题。那scalable 就会分两块，第一个就是 scale up， 第二个就是 scale out。那 scale up 的话，就是指说我们的机器，假设它有很多个 code， 但是其实预设 Fluentd 它是应该是 single process， 然后 single code， 然后它是跑很多个刚刚的每一个小小的那一个 part， 它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 thread， 所以你可以增加很多 thread， 但是它不会超过那个 process 的范围。那所以它就有提供一个是 multi-process 的 plugin， 然后你就可以跑很多个不同的 config 档。那这样子一台机器基本上你就可以抄到，比如说你有8个 code， 你就可以抄到8个 code 是 100%， 这是没有问题，我都试过。那另外如果说你这台机器已经抄到全部的 code 都 100% 了，那要怎么继续做呢？这时候你就会需要 scale out。 那 scale out 的话，我们就会用到刚刚提到的这个 forward output 的这个 plugin。 对，那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左边这边是我们刚刚那三个 node，那中间就是那台 station， 那右边可能是你任何的 storage。 那今天这样子一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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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你中间这台可能就撑不住了，然后接着你就 scale up， scale up 以后还是继续打，因为你这边可能会涨，
然后那个就还是撑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需要 scale out。 那其实这个做法就是你在这一台的 plugin 上，你在这一台的 plugin 的 config 里面，你就写说 OK， 我的 host 有 host 1 host 2 host 3 host 4 host 5，但是呢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会不够啊，所以你这里面你就要预先写好那些 config。 可是这样又很奇怪，就是你没有办法 很自由去调控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得到的一个心得是，我们通常会在这边再加一个 load balance 或是一个 DNS 都可以，就是总之就是让这边有一个 load balance 的感觉。那你就只需要对它的 config 写到这个 load balance 它的 IP 上面，或者它的 DN 就是它的 host name 上面，然后它后面再挂了，比如说三台或是五台。那假设今天不够的时候，你只需要再加上这边，再把这边再加个两台，但是你这边的 config 一台都不需要修改，因为现在这种 config 你如果一百台，其实要 deploy 一百个设定本身也是很麻烦，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架构，我觉得是比较有弹性的。那另外你也可以挂一个 auto scaling group， 比如说那台机器到70%以上的时候，你就再去开个五台之类的，这都可以做到。好，那就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就是稳定性的话，就是它其实它在engine 的部分跟它的 plugin 的部分都有一些 auto retry 的机制，但因为这个要去 trace 到 code 里面才有办法知道，所以这边我不会多谈。那另外就是我提到的就是它有 file 的 buffer， 这个东西还蛮不错，就是当你的资料是，如果你的资料只是想要看 performance 的话，那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如果你这个一笔 log 这是跟比如说 business 有关，比如说一个 click 进来你可以赚一块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那笔 log 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要做到很 persistent 这还蛮重要。然后最后呢，就是它的 delivery 是比较像是 at most once， 就是说它会 send 了以后如果 fail 它就在 retry， 所以对它这一端来说它是看起来 at most once。 那什么叫 at most once 呢？下面这边就要提到就是 message delivery。 那其实它有三种情境，就是说你资料有可能会少，就是 data may be lost， 然后 data may be duplicated， 然后跟这个就是最好的状况，就是它有三种。那它这就要 at most once 跟 at least once 跟 exactly once。 那其实就应该说理论上我们都会希望是最好的状况，但其实你想象我们每一个 data 我们会经过很多，比如说从手机经过空气传播传到你的 server 再经由网络，一个开放 share 的网络，而不是你自己的网络，对，不是一条专线，它是一个 share 的网络，所以封包可能会掉，然后呢它再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个东西再送到 Fluentd 再送到你的 storage 去，那每一段你都要是 exactly once 你才有可能保证这件事，但其实这非常非常难。所以实务上呢，通常这两件事情都一定会发生。那其实我这边的做法就是我会，因为这个问题出在说Fluentd 看东西是看 at most once，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至多只送了一次，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是另外一边 storage， 其实说不定已经送给我十次了，只是我 ACK 一直不回去，对我这边来说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送给我，对，所以你的每一个操作呢要有一个特性，那这个特性就是叫 idempotent， 就是说有一个操作你不管做几次都一样，就是叫 idempotent。 那它有点像是一个 HTTP put， 就是比如说我要 put 某一个 user 他的 ID 是一，那他的 name 是什么，他的 last name 是什么，类似这种感觉。那总之就是你要在你的 application level 呢，或者是如果是 log 的话，你可能就要把你的某一些资讯，那些资讯是如果一样就是同一笔 log， 如果不一样就是不同笔 log， 你要把这些东西 compare 在一起，对，然后形成它的 ID。 那这样子的话再加上，当然这还要搭配你后面的你后面的那个 storage， 它要支援说 OK 同样的 ID 它要去把它撞掉，或是就直接 drop 掉之类的，就它要提供这些功能。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在整个用 Fluentd 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你会有 duplicate 的东西，对，因为这是网路的，就是分散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事情。OK， 那这边大概谈到这边大概是整个从内部然后一直谈到外部。那接下来我就提几个我们在 Google Look 实际上使用的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用很多 MongoDB， 那其实 MongoDB 它会有一些操作会特别慢，那它慢的时候它其实都会写在 log 里面，它就会写说 OK 这一笔是什么操作，它做了多久啊，然后是什么，比如说它是 insert 还是说它是一些奇怪的操作，那或者是有一些 NGS log， 那我们也会想要知道说，那 NGS log， 比如说 95% 的，最慢 95% 的那个，最慢 5% 的那个 user， 他的时间是要花多久，就这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当然其实也都很多，非常非常多的服务啊，只是我们蛮喜欢自干这些东西，就还蛮好玩的。然后另外也有一些 API 或是 worker 的 log。
然后我们也有在 monitor 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机器，那假设你今天有一千台机器，那你要去 monitor 这一千台机器的使用状况 CPU 或是什么的，那其实通常平台上都会提供，比如说因为我比较熟的 AWS， 那 AWS 它可能就有提供 CloudWatch 嘛，但是 CloudWatch 它的缺点就是说它只能回溯个14天的资料之类的，它可能有一些缺点，那其实我们就是去把它的资料抓起来，那其实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 cron job， 就是说就是一直去抓，比如说一分钟抓一次，一分钟抓一次这样，所以它也可以抓 monitor 这种事情。那另外这边也有一个 benchmark， 那这 benchmark 比较奇怪一点，是我待会会提到。对，那我们像我们根据上面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很容易就可以 visualize 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用 application 的 log 就可以看到说就是比如说每天的 user 或是什么，那后面的 storage 我们都选择全部都自己架，那我们就可以非常客制化的知道说我们需要的需求是哪一些，那它中间的送资料的人全部都是 Fluentd 这样。对，像这一张就是可能是 active user， 然后它可能是某一个时间区段。对，那因为那笔 log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去选这个时间，比如说你市面上有些产品它可能是说 OK 我可以看 daily active user monthly active user， 但是你想要看两天的不行，你想要看一个小时的也不行，就它有很多缺点，那我觉得这是把这些东西自己架起来玩的好处之一。那另外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会去 monitor 一些系统，像这可能是EC2 的某一个security group 或是 auto scaling group 的它的 CPU 的 usage， 然后根据时间，这个图本身是用 graph 还是什么产出来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对，它就是一个 time series， 你就是写一个点进去说 OK 我现在抓到的值是40，下一个时间抓到的值是25，然后就这样会帮你把图直接 visualize 出来。然后下面这张图也是一样，这可能就是 MongoDB 的 usage， 就是它的 CPU 的 CPU。然后我们也有用一些 AWS 的 SQS， 就是 Simple Queue Service。那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很在意说，比如说你 user 做了一件事情以后，那我送了一个 message， 送 mail 的 job 到 SQS 去，那这个 mail 多久以后会发出去呢？就我们有时候注册，然后等个十几分钟都不来嘛。那使用者就来靠要说那个怎么不把信寄给我啊，然后注册什么鬼什么鬼，然后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东西会躺在 queue 里面多久啊，然后它会被处理多久，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一个很诡异的图，就是黄色线就指说某一个 object 它在，或者说 message 某一个 message 它在 queue 里面会躺多久，它可能躺零点几秒，然后它可能处理的也是右边的轴的话是更小一点，所以其实它可能就处理很快。那其实以往的话，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只能说，哎，哦 ，Q 里面还有东西，那可能你的东西还没有被处理完。但如果当 Q 里面今天有100万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被处理到，那就这样被人家就是闷着头骂，其实根本没有，它更没等，就它有问题这样。然后另外下面这个是，哎，对，这也是另外一个 Q 的东西，就是它可能处理时间都非常非常，它在 Q 里面待的时间根本就非常非常短，或者是 process 时间根本就非常非常短。对，然后这是提到的 monitor 的部分。那另外，其实它有一个，它有一些很，我觉得个人觉得还蛮恶搞的功能啦，就是 benchmark。其实我不是要 benchmark Fluentd 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要 benchmark 的是后面那个 database。那我们要 benchmark 一个 database 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不会想要去营造一些数据，然后塞进去给它。你通常都会想要说，我想要模拟一个真实的流量嘛，要不然你模拟出来你就只能跟人家说 OK 我这是实验室里面的数据，但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感觉很废。那Fluentd 他怎么做到这件事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一些，其实这些东西我刚提到的东西就可以做出来，比如说你可以在，这是真实的流量，现在都是真实的，那他就送 DB， 那个 DB 现在撑得住，然后老板就问你说，欸，那个可不可以小一点啊，就是没钱了，然后你就把它流出来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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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当你有这些档案以后呢，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导过去，你就让他来 tail 这些档案。那这些档案它其实都是上面都有 timestamp 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把它 tail 出去，那你就开始换那台机器，然后越换越小，越换越小，越换越小。那这都保证一定是真实的东西，因为你就是从这边来的啊，你没有一个东西是伪造的，对吧？那这样就可以达到 benchmark 的效果。我自己觉得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那这我就大概提到这边，就是从 Fluentd 的内部，然后到它的内部，然后有 input output， 然后它有 filter， 然后它有不同的 buffer type， 那不同的 buffer type 可以做到不同的事情。那另外也提到说我们在系统中的 topology 可能会长什么样子，那怎么做会比较弹性比较大。然后最后也提到我们在 Google Loop 里面有拿这些东西来自干一些有的没的很诡异的东西，然后也有提到一些比较恶搞的用法这样。好，那接下来就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跟那个 log stash
OK， 他问题是说，就是有没有跟 log stash 比较？有人听过 log stash 吗 ？OK， 就是log stash 它其实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对，那应该这样讲，我没有自己实际上去 benchmark 过这两样东西。那我觉得第一个是Fluentd， 我觉得它的社群稍微比 log stash 还要再 active 一点。然后再来是我看网络上文章指说，Fluentd 它比较注重的是 stable， 然后 log stash 比较注重的是 flexibility， 所以它的大概的差别大概会在这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没有到差很多，而且因为 log stash 有一个好处是，它那边的社群是跟 elastic search 比较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那边也许也会有一些跟 elastic search 比较好的连结。但是如果你不会用到 elastic search 的话，那我觉得搞不好根本没有差异。可以给一些数字分享说，大概用几台电脑，可以撑多少 QB 的值？我们目前呢，我刚有一张图是中间有一个 auto scale 的机器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根据我目前使用的感觉是，中间我先。一时想不起来，详细数据可能我要待会才可以跟你讲，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对，怕乱讲就是太胡扯。目前你们用的那个 load balancer 是用什么样的设计来做的？我们现在是直接用 EC2 的 ELB 来做，对。但是我相信那个应该自己架 HA 或者是用 DNS 方法也都可以做到。如果这样子的压力很大到的情况下，那这个东西就要是什么样的 load balancer 才适合这样子？其实现在主流来讲，因为我没有很熟，但是我查到的资料是说，log balance 可以做这件事 ，DNS 也可以做这件事。那目前来讲，好像 DNS 的效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Netflix 他们本身也有用这个东西。因为我记得是不是 Netflix， 是有一家叫 Locally 的公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他做的事情基本上一模一样，他就把东西，他后面也是 Elastic 社群，然后中间也都是这些东西，他 component 都一模一样，然后他也是遇到你讲的问题，就是说。那个中间它 load 太高了，然后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load balance 就被打爆了，所以他们后来发现 DNS 比 load balance 好，这是大概是他们的结论。那 DNS 会有 catch time， 那当 catch time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可能会都是 data 那个就会多。但是我觉得那应该是转换的时候，就如果它的那一台挂掉的话，它如果一次打三个点，但是你可以，如果假设你的就是你的 DNS 是有资源 health check。那类的功能的话，那因为我是用 AWS 它的 DNS 可能就支援 health check， 那你可能就 check 说，而且还 fail， 那就不要送这台了。对，可能还要再挂一些加一些 health check 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最单纯的、最简单的 routing 就可以做完的事情。对，是。你们有遇到 input data 需要 correlate 吗？Input data 如果需要 correlate 的话，我会觉得你可能要自己手动去写那个。filter 的 plugin， 对，因为它这个通常都是一笔一笔就这样一直送了。那如果你真的要 correlate， 比如说你要做 join 什么之类，其实我看网络上的做法好像也都是建议说，看你是要在，因为我用蛮多 elastic search 的，那有人的做法是他在 elastic search 那一端去做一个 plugin， 当资料进来的时候，我再做 correlate， 有点像 denormalize 吧？我想你应该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这笔资料里面可能还有别人的一个 component， 那有一种做法是你在Fluentd 里面去写 filter plugin， 那另外一种做法是，你可以在 storage 那一段，如果它可以支援一些 plugin 的话，也可以去这样做。但是就最基本的做法，应该是没办法。谢谢大家的问题这么的踊跃，那。